前面是一个上陡坡，在前面看那隧道了吗？那是绝巴山隧道。我昨天查了一下，它这个隧道已经贯通了，但是还没有正式通车，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啊。上陡坡，又热了。这些都是大工程，超级工程。现在海拔3185，这是大山深处啊，也有人住，有人家。行，先到这儿一段。